好看的。对呀、啊，我就跟你说，因为一般人以为就灰色会不会发福什么的，不会，其实根本都不用担心。超级显瘦。然后他呢穿的是跟鞋，感就跟我这种日常不太一样。我身高156，穿起来大概是8-9分的位置，一样可以非常的显腿长。然后给你们近看一下，它这个车缝线，它是从胸上一直延伸到裙摆的下边，所以它其实是三面布料，就是把它拼接在一起的，所以它穿起来才会有那种自带腰身的感觉，我觉得非常的优雅。然后它的口袋呢是坐在侧边，有点像隐形的感觉，你们看一下，它完全没有口袋的痕迹。然后呢，它的这个散摆飘逸度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看，肚子也不勒，里面是有带这个罩杯的，帮你车缝死的，比较丰满可以不用再穿了，因为夏天也很热。那如果你像妞儿一样，它就是可以有点小裸背，有没有？很漂亮，非常非常漂亮。然后又全黑的，然后出门得体。